那是个月亮，就是个月亮，并不是地上霜。那地上花瓣看完了就完，没必要再联想。什么秋水怎么忘川，什么灯火怎么阑珊，什么风景就怎么看，何必要怪弯。打开门就见山，握着山就是山，本来就很简单，不找自己麻烦。痛就痛，伤就伤，事事说肝肠会寸断。天上来，奔流到海无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天聚散尽。感谢花花和张若昀带来的歌曲和诗歌完美结合的演绎。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寻找进一步的线索，我们该去哪里呢？那我们就去北齐皇宫吧。拍得更远是实力，60倍变焦黑科技， vivo 王牌时刻，各位接下来一起出发北齐皇宫。各位旅客朋友们，北齐已经到了。范闲，身负国难，杀光南庆人。沈大人，你不是已经回南庆了吗？怎么又来我北齐了？是因为我家公子的先母啊，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一个账本，而这个账本呢，里面可能会有这个密码的线索，所以先请您把内库的账本给我们瞧一瞧，看一看。荒唐！这账本是我们北齐的命根，怎么能交给你们呢？皇上驾到！皇上都来了。外臣范闲见过北齐皇帝陛下。朕已知尔等此番来因，只是这内库账本啊，确实是我大齐命脉，不能这么轻易就给了你们。是的，你们就要通过一个考验。好，什么考验？我早已仰慕小范大人乃南庆诗仙，那今天呢，宫中正好又有诗会，不如来一个拼音接龙如何？好。平平，平平，快！再坚持一会儿，再坚持一会儿。来了，平平，啊，平平，平平，你还好吗？我本身就不怎么好嫁，再拖着你，我愿寻得一良人。若非良人，我宁死不嫁。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公平起见啊，公平起见，因为人数现在两队是不均等的，二位就加入王牌队当中，一起来参与下一场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在整个游戏环节过程当中，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30 系列 5G 手机来记录下大家玩游戏的精彩瞬间。游戏规则：两队根据题板上所给的拼音缩写依次进行抢答，答错或接不上的一队接受惩罚。来 C 位啊，
不是，这轮椅你怎么抢啊？这个，我近点吧，你把我椅子放这儿，脚在上面就可以。哎，我站着算抢着了啊，可以了。来，请王牌女郎狒狒把第一轮的题目拿到台上来。PPP，PPP 是什么意思？泼泼泼，泼泼泼是这个读嘚嘚嘚啊？哦，嘚嘚嘚，正着拿不行啊。用嘚嘚嘚造词，打电动，滴答滴都可以。好的，谢谢狒狒啊，和我们开始吧。咚咚咚，咚咚咚，行，这是可以的。还有咚咚咚的，行，那就叮叮叮。哎，你看，开车撞的。滴滴滴，滴滴滴，大滴的，什么大滴的？我错了，大滴的。你找平平跟你吵架呢是吧？啊，跟你理论，大滴的你，什么东西？走回来，别挂档了，别挂倒档吧，走，续上，打豆豆，这是可以，可以，低调点，哎呦，厉害，这是人话，这是人话，懂弟弟，哎，可以，等弟弟，这是人话，大的，哎，大的，爹爹的。Yeah， 当爹爹，哎，好，这道题到目前为止都在亲戚范围内产生啊。对，当爹爹，对，当走了，有几个呀？能当吗？这玩意儿？对，说什么？我说对，没毛病，这话有啥毛病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，哥？去跟导演吵，走，三重肯定，凭什么撕我们？庆余年队继续，懂得多。懂得多，先起来了，哎，急死我了，我的腿怎么好了？董东东，人名啊，可以，去看天荒地老。多动动，起来多动动，说院长呢，多动动，可以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，什么东西？不是什么？慢点，衣服脚里了，我再走两步就光膀子了，看着点推呀，刀肚肚，哎，好，哎，这为啥？兜肚肚怎么了？我是个孕妇，我兜我的肚肚。他可能就觉得你兜不住。还有那个点的多，哎，你看点的多，这个得带表演的，大抖动。大抖动可以。这个表演就多余了，这说出来很明了啊。那个小白，你干啥呢？你在那儿？说，哦，对啊，哎呀，来这样，哎，必须说一个啊，这会儿我们互相点人说，来，不是，我早就看这个小白不舒服了，是不是？跟我穿一样的衣服，大白先来一个，大白先来，都答对，哎，答对，来，小白，来一个，地大调，都懂得，那不说了，说了，哎，这么多人帮忙。身边这么多男子，我愿寻得一良人。地大调，地大调，地大调，这花花都竖起大拇指来了啊！地大叫，我递过来，这地大叫，地大叫，没毛病。哎，叫，不能地大叫。哦，地大叫，认识。该我了，刚没答对啊。大地抖啊，大地抖啊，不是该你还该我？该你了，姐，你刚不是被撕了吗？该我，啊，我也不用你的。什么来着？大地抖，这不是我说的，刚才是我哥说的。你那个给你剪掉。继续轮到王牌队，我们没答对。大地抖，哎呦，
哎呀，我们真在先天优势。好，第一题答题结束，答对更多的是王牌队。来第二题啊，菲菲，看一下题目是什么？游戏升级了啊，游戏升级了。阿波呲呲，怎么玩？文质彬彬，白雪皑皑，生机勃勃，对，怒气冲冲。不要再说了，快被你说没了。